全喺屋企可以话系无处不在，因为有唔少嘅家私都系用一啲合成板啦、纤维板啦，又或者系一啲刨花板咧去制造。咁里面咧都有一啲叫甲醛树脂嘅黏合剂嘅。另外啦，就是、一啲布艺啦，譬如话啲窗帘啊、地毡啊，或者系布梳化啊，加埋我哋嘅厨房、厕所所用嘅防水嘅一啲物料咧，都可能存在甲醛嘅。咁所以喺甲醛嚟讲咧，就喺屋企系不断咁样释放。大家唔讲唔知道，其实甲醛嗰个嘅挥发期咧，可以长达数年。咁如果系新订做嘅家私或者系新装修嘅家居咧，头嗰几个月咧，嗰个浓度咧嘅释放咧就会比较高噶啦。所以咧，点样可以尽快令到佢稀释咧？最紧要两只字就系要通风。咁如果系空气流通嘅话咧，就可以令甲醛咧佢哋嘅稀释嗰个速度会比较快。所以我哋建议咧，如果系新订做嘅家私或者新装修嘅屋企，唔好即刻用或者即刻住，最好咧就系等佢空气流通。摊一阵间之后，你先至好用咧。咁其实甲醛嗰个浓度咧就可以降低嘅。另外有一点需要留意咧，甲醛咧就系喺呢一个高温同埋喺呢一个湿度比较高嘅地方咧，嗰个挥发咧系会比较大嘅。咁所以如果你快啲希望佢释出嘅话咧，咁就可能要揾啲高啲温度嘅地方或者湿度比较高啲嘅地方咧，嚟俾佢挥发。咁加埋咧就要空气流通。咁但系咧就系如果你喺屋企。咁可能咧就要开下冷气或者抽湿机，令到嗰个甲醛嗰个嘅浓度咧可以降低佢嘅水平。